到了巨星登场了。在介绍这一位巨星呢、那家喻户晓，每个人对他的歌声呢都非常的喜爱，非常有感情的一位歌手、唱起歌来是有一种这种凄美。成名曲100多条，哎呦，最可贵的是年纪不大，出道早嘛。在我们舞台上就是歌有歌厅的时候，我曾经跟他同事过。经常南来北往。我两个前辈呢，年纪比我们小还是前辈。看起来好像你们的女儿。对啊，但是他却是你们的前辈。真的。真的，介绍他不能随便介绍。有没有到过日本看过？某林喜一吉、深敬一、美空云雀、希巴里，他们演唱会的时候，主持人都是很隆重的介绍。孔锵。今晚为大家介绍的这一位巨星，他在7岁的时候便在晚宴中演唱，9岁开始在那嘎西走唱，10岁开始唱台语歌。1986年，经过恩师吴敬怀先生引领，进入唱片界，加盟了歌林唱片公司。1987年推出首张个人专辑《宫下面山明海水》，让观众朋友非常喜爱，而在歌坛大放异彩。现在就我们来欢迎这位巨星黄以玲小姐。谢谢，感谢你们，哇，真的好隆重哦！真的啊，感觉到你们的用心。那当然，因为你对于你的事业，在对于观众的贡献，让我们非常的感佩。谢谢。小小的年纪出道到现在没有几年，已经出了34张唱片。所以说像你这样的这个认真的女性啊，我们当然从心里面就很佩服。谢谢。刚才听你唱起歌来的时候，观众朋友陶醉在你的歌声里面啊。谢谢。往事历历在眼前，好想的过去的代志。这样子，所以我一直不敢来上这个节目。什么？因为我惊哈，看到我想到伊。林慧萍最近好不好？什么？因为我怕见景更见胸襟啊，看到我就想到伊嘞。这倒是真的，可是又不太能取代。哎呀，是这样吗？你说新唱片里面有一首。一朵盛开的花，好像有。如诗如画，一点微笑多芬芳，高雅高雅。哎呦，这模仿好像。
请假啊，那哈，哪有唱两句而已？你不是新唱片哦？还有啊，《情难枕》。有，还有。我啊！好，拍谁？那是结发一辈子。以下的安妮请请假，让我对他印象模糊起来。是讲你突然间模仿伊呢？我想讲要归古啊心来话，问你才对，因为你跟他感情最好嘛，对不对？还算不错。慧萍到底过得幸不幸福？快不快乐？很幸福，很快乐。你得袂当讲一个白菜。无啦，大大人袂堪这人安尼讲，是叫幸福快乐。但你要是，你有啥咪话要讲吗？当然了，别人模仿他的话，我随便说一说。但是你如果模仿他，我希望你传达我一个讯息，好吗？但看得到，说话还是要稍微谨慎一点。哦，我用情哦，你听看。好来，今早来开始。那是知影，人生一关，当初不如莫失散。如今心拢变成别人，叫我怎忍耐？徛在咧等我，愈想愈悲哀，你敢袂当了解？祝你幸福，祝你袂快乐，目屎啊已经忍不住滴落来。是选择我是吗？你是伊嘛是袂歹。哎，我可以把我所有的财产一半分给你，但是我现在是负债的。哎呦！是啊，会起的代志啊，你那不用，真的有泪水，对，特写一下，怎么会这样啊？哎，真的耶，怎么会这样啦、啊？哎呦，人家老板以为仿佛在抽尿管。看你啊，黑金金落去穿的。安尼，快出来，快！其实过去的代志吼，拢甲放我袂记的。哦。水破落地，歹收回。哎呦，这嘛是你的歌嘛？歹收回。哦，歹收回。是的歌，我安怎唱我看卖者。是啊，是你在唱。我唱，我唱。啊，我知，我知，好。无需要解释，无需要解释，解释几多个？不需要，不需要我。你猜，你猜，还有还有，蛋姐，蛋姐，你干嘛？你不对，你买，你买盖一定会平。你唔卡扎讲，无啦。我是要甲你安慰啦，啊，硬是讲这条歌在形容袂起安那唱。安尼好好的歌呢，唱歌。好啦，好啦，就是乐队老师，乐队老师吼 key 唔对啦，我改讲。他出过唱片啦。你那队有出过？有出过三张。相声是吧？卖好白讲啦，三张啦。好好好好。这 key 真正唔对，所以唱起来就歹唱。这首歌还是以琳的味道好。你的味，你唱一遍好了，这样子也让我死心算了，对。我一直在那边站。降一。哎呦，马上给你，好，来，爬箱爬起来。在那个醉那一句，你那个醉你要不提前唱，后面拉唱不出来。醉破了的半袖灰，要这样。对对对，他的唱法就不太一样。刚刚那一段剪掉好了。好，没。好看。我十一月都出片了。其实，
对，大家才知道说录音室跟现场是有差很多的。刚刚我前面不是已经叫六岁就开始唱歌了，嗯。然后九岁就在唱哪嘎西，不是哪嘎西，你把机会哪嘎西哦。其实我们圈内走过哪嘎西的人很多，嗯嗯嗯，他们这一类的人出来所唱的歌，感情就是特别的沧桑，因为他都是跟这个风月场所的这个气息有关系嘛，所以唱起歌来的时候，哎，特别有那种一种感觉。飞哥也曾经你好像待过啊，有吗？我以前那时候在，找我，欧比林嘛，本拉巴。你做过这个代志哦？你为着钱去跟本拉巴？哎呦，想不。